大家好，这一期是录大家私信我很久的一个穿搭。那这期的穿搭是以春季为主，春季的话反正我们是以牛仔裤为主，搭配V领的针织跟小白鞋会变得非常的休闲，也是我日常蛮喜欢的一种穿搭方法。白色的衬衫加上黑色的高领打底，搭配一双小黑靴，非常适合日常的约会。然后红色格纹是也是春季的必备，加上颜色变得非常的温柔。那么这期的那个穿搭的话我就录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，再见。